琪琪，今天我们又到这个溶洞来探险。这里是一个天生桥，看那上面就看得清楚了啊。我把这个镜头切换过去，反一边更好看一点啊。现在我在这个洞门口，他们已经下去了。这是洞口啊，洞口，看一下，看吧，这么大的一个洞口，上面全是钟乳石。看吧，拍慢一点啊，全是钟乳石掉在那里的，这么大一个洞口。然后上面呢是天生桥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光，光看得到啊，这光线。看吧，这边，这边和这边，天生桥啊，这是人怀的天生桥。然后在这里，这个位置我手指都指到这个位置啊，就像一个貔貅啊。貔貅老佛爷坐在这里啊，看一下，非常漂亮。那里还有个天门，现在跟着这个路往下走，他们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啊。哇塞，哇塞，夜里要注意安全，多赌博。我有点怕的感觉，我有点害怕了。看这个石头吧，这个石头漂亮吗？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，像什么造型啊？太漂亮了，有点过于太漂亮了啊！这个应该是上面掉下来的石头。欢迎大家，我要站在里面一点，我很怕。看着你的洞，这是天生桥的洞啊，这是龙眼，两个眼睛，龙眼。那边那里也是穿的啊，那里是穿的。从这里下去，他们已经走到下面去了，我有点怕，我不敢走，太高，爬太高，有点不敢走。待会儿上来是不怕，我就是下去怕。我的脚都发抖哎！还会小姐啊？我都不敢走了。哇！哦，满电，好不好？我是有点好，我胆子太小了。哎呦，两腿发软，看这石头上全部跌着这个那个钟乳石，看这里有多高，这里刚好正好也看到天眼。这就是真正的天生桥。下面很远，到底部下去看一下。刚才我是从这里下来的，虽然说路有点小的修缮，但是我还是怕的。看上面是洞口，从那个洞口下来的。哎呀，看这边。下来，两腿发软。哎呦，走的真的是两腿发软了，好怕。这半山是这样子的感觉。这个路还需要修缮一下，这里有个小洞，小洞洞。
他们到下面去了。哎，第一天水在我的头顶上，哇，有点怕，看这么高，太怕人了。整个路这么陡，哇！就怕踩到这样的小石子，然后说怎么办？这里有点陡嘞，哎呀！本来以前本来是有护栏的，不知道是哪些王八羔子啊，哪些王八蛋把这些护栏给破坏了。这些王八羔子真的是遭天谴的。这里有个小洞，那里有个洞，洞里面有个柱子，看到没有？等一下我上来的时候就难了，我看，这上面是洞口，哈哈，这上面是洞口啊，我们就是从这个洞口下来的，弯来弯去，弯来弯去，下来，下面还有这么高。潘，潘呢？小便小黑白的路上哈，就那最高的就直升车这儿了哈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直接这个腿发软。哼，啊，本来有这个的噻。哎呦，看一下啊，今天我们来的人，这个是我的朋友杜哥，一哥打个招呼，看了。然后这是我同学叫潘安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对，我是阿勇。这是我朋友粉哥。然后这是我朋友管彤。对，这是我老爹，宝宝。打个招呼，对，好，这现在这外面有点怕，这里砍不到，这个洞有点大，那里也又是一个连体的天生桥啊，看一下，这里有个护栏稍微好一点，下面是个河，像这样去拍。下面是个洞啊，这里是一个洞，这个洞可以进去的。然后这个水的一个河滩，然后看一下这里，那里又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天然的天生桥啊，那里也是个天然桥，那里也是个空洞的，所以出来玩从上面下来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一定要注意安全了。那个水就从哪里？从哪里？水啊。水从哪里？一个网从啊里面，里面是洞，开起来。哦，到那个从那个盖洞里面到那隧道。就是那个到那隧道来，然后水就都冲了掉，点两个的哈。七次的水。哦，不是明年，马上。如果要掏上哈，我带进你来，那我跟着好多人，跟着我一个人买，一边掏一耍，一边跟他们整里面。冲一手吧。冲一手，一手冲不定的。那好钱吗？没去，然后我们买百把也请人一天。嗯。那大洞多少？下边那儿可以开吧？啊，沟子关系，石头挖山也把出出来。啊，他，主要是下边这儿可以开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开啊。有危险不？花点东西把它封了，因为一些都是出去的，挺好的。那之前以前我都经常，小时候我经常都这个等待的。哪里应该也好看，就是有点吓人。阿德就是叶子洞，传说的叶子洞就在这儿。阿德看叶那一段。阿德只要一下去了，弄滴滴就跑。那里叶子洞，你晓得？弄个滴滴吧。弄个弄滴滴呗。弄么滴滴，后面就是公跟着白山的。只能弄个在半山上啊！一弄你跑不到滴滴去啊！你弄不到滴滴去啊！可以下去。阿龙下去了。可以下去。哇，下边又像有个貔貅一样，下边睡了那个貔貅哈。
那个洞底的啊，那黑色的那坨啊，忘了没有？嗯，那个叫貔貅啊。洞底底下个龙。哎，要黑色那个龙。所有的石头都在白的，阿姨那石头是皮的，就在阿姑那，就是阿姐阿姐在整盒子吧噻，貔貅。其实有点像紫罗兰。看，你看这是像啥？你看这是像啥？现在主播就像一个紫罗兰嘛。看，没有，我们粉哥太帅了，然后多让人家看看。粉哥今天还单身了。让他女粉丝。让我拍戏的话要收费的哟。要收费啊！如果观众上来把我也拉走，我也是单身。看到没有？然后我同学潘也单身。然后我朋友管彤也单身，我见了几次单身，让你一哥也单身啊，一哥也单身，然后有喜欢我们贵州的朋友啊，就赶快来。